小林，你看合适吧？如果行的话，就这样了。刘团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俘虏？你一定会受到处分的。吓唬我？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个职位啊？洪少，哎，自从我参加红军以来，我这个团长被撸了多少次？团长，我还真记不清楚了，不过十七八回肯定跑不了。哎，听听，十七八回，为什么？犯错误呗。哎，我这心里啊还犯嘀咕。 当交易我这么多年，怎么还忍不住犯错误呢？可是后来一想，想开了，就这样吧，反正心里舒坦就行了呗。哎呀，小林啊，实话跟你说，我活埋你啊，这心里舒坦。哼，你埋吧，你埋呀。嘿，好，有骨气，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请吧。哎哎，等等等等。 你活埋我很容易，可是你没有从我这边得到任何的情报，不觉得这样很亏吗？哎呀，我求求你，你千万别跟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洪少，把他嘴给我堵上，哎，行吧，把他脚给我绑上。哎，老实点，哎哎，哼，别动我，饶着点。 如果咱回去，这市长问这小林怎么死的，咱怎么说？我肯定跟市长这么说，这个林小山呐，特不老实，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吓唬他，没想到给打死了，然后我们就挖个坑给他埋了。嘿嘿，还是你小子有鬼主意啊！嘿嘿，哎，不对呀，哎，哑巴，停！哎，林小山，你逃跑，我应该从背后开枪才对啊，要不然。 以后这政治部来挖你出来验尸，那我就说不清了，啊，转过去来，转过去，啊，干什么呀你？他是不是有遗言要说？嗯，好像是有遗言要说，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啊。我看他那狗嘴里啊，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咱们就别让他说了，万一让市长知道就不好交代了。所以啊，就别跟他废话了，埋了就得了。行，林小山，你就别说了，埋。 要埋！等等等等等等，求求你，求求你，带我去见市长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市长没空搭理你，埋。不，等等，我秘密情报站，秘密情报站正附近，有皇军的秘密情报站。吵什么吵？ 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啊？什么都迟了，闪开！老子先毙了他再说。密电码，密电码，密电码！这附近有日军的秘密电台，我有密电码，我给你，我全部都给你，我全部都给你，我全部都给你！别开枪，别开枪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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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这不就成了吗？亚文，让他上来。太好了，终于有收获了。啊，刘团长还说李小山向我们透露了几个秘密的据点，跟我们事先侦查的基本一致，看来他没有说谎。很好，赶快通知各部，一切按计划进行。是，赶快通知各部，走走，看我们的了。好。李小山，给日本人发电报。发什么？我让你发什么你就发什么。带上。
听着，我怎么说你怎么发。我已经逃离新四军部队。大佐，林から電報です。何と言ってる。林が戦闘を始める前に新四軍から離脱しました。ずっと山に隠れ、現在は新四軍から逃げております。彼の電報では至急援軍を送ってほしいとのことです。常に新四軍の攻撃に備えなければならん。人手が足りないんだ。自分で何とかしろと伝えろ。しかし大佐、龍は飲まず食わずでもう動けません。もし日が明るくなる前に援軍がなければ新四軍に連れ戻されてしまいます。大佐、彼のような特務は絶対に新四軍に渡してはいけません。奴ら騙してるのか。もし林小山がもう新四軍に捕まってるとしたら。大佐、奴が我々を新四軍の罠に落とそうというのですか。うん、その可能性はある。林はあくまで中国人だ。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る覚悟があるとは信じられん。奴は自分の居場所を話したか。奴は天台山の外側にいます。そこには秘密の電波台があります。その場所は知っている。廃墟になった村だ。山本、空軍に要請し、その村を爆撃するんだ。大佐。もしかしたらそこに、新四軍の陣営があるかもしれん。奴らと林を一緒に始末するんだ。バレた以上、林にはもう利用価値がない。新四軍に捕まえられない限り、奴の命は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はい。司令部に新しい暗号を申請しろ。元の暗号は無効だ。早く空軍に要請するんだ。はい。幸好咱们把电报机给抬出来了，否则就全都让他们给炸了。小岛这个混蛋竟然这样对我，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呀、啊、才是狼心狗肺，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这就是报应。刘团长你说吧，我还能做些什么？只要能杀掉这些日本败类，我什么都做。哼，你现在有觉悟了，早干嘛了？继续发电报。发电报？小岛既然要你的命，你得求救啊。怎么求救？就说救命，而且你还要把小鬼子所有的秘密都发出去，用明文发，不要用密电码。不但要发给小鬼子，还要发给新四军、国民党。你得让小岛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好，我跟小岛拼了。记下来，把这些秘密情报的交换点、坐标都记下来。是。报告，师座，有新情报。有关日军的？对，刚截获一份日军电文，内容目前还在破译。但奇怪的是，发电的电台是日军的秘密电台，它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了。
今天却突然启动，用的是密电码。难道日军又有什么新举动了吗？ 大佐、リンから電報です。何だと。リンはまだ生きていたのか。奴はなぜ爆撃してきたと聞いています。奴はまだ死んでいません。通信機を移動し、現在奴は我を信用しておりません。新四軍に対し新たな支援を求めました。裏切り者め。さらに奴は名分を使っています。何？名分を使った？ということは、 その通信機だけで全て傍受でき解読できます。報告、林昭山は電報発信付近に救援求め、また文面には一帯の秘密情報交換地帯が明記されてます。クソ、直ちに黙らせろ。電報を打つんだ。はい。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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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報告。リンは電報を打つのをやめません。それに名簿を使って我々の機密をバラすと言っています。いずれ死ぬからには死ぬ前に奴の知っている機密を全てバラすと言っています。 パカモンが奴の位置は分かるか。あそこら一帯は熟知しています。天台山の麓の一部。大佐、奴が砲撃隊を見つけたのは奴があの付近にいる証拠です。名分を使っているからには新四軍と国民党の部隊がすぐにでも駆けつけてくる。トラック中隊に伝えろ。新四軍の後ろから天壇山に向かわせ、林シャオシャンを捜索させろ。見つけ次第 直ちに銃殺だ。罠かもしれません。もし新四軍の罠だったとしても、こうするより他にない。林シャオシャンに裏切られた以上、奴を片付けないと収拾がつかないことになる。トラック中隊長に伝えろ。もし新四軍の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ら直ちに撤退しろと。はい。 名義でリン・シャオシャンに暗号電報を打て、救援部隊が出発した。お前の要求は全て飲む。だから名分電報を打つなと。はい。奴の正確な位置も確認するんだ。それから我々の部隊が見えたらすぐに助けを呼ぶように伝えろ。はい。 看看这个，日军方面传来消息，小岛抓了刘铜锣的老婆，逼着刘铜锣让他投降。这个小岛，这次瞎猫碰上死耗子，正好打中了刘铜锣的软肋。日军俘虏的这个方雷的确是刘铜锣的未婚妻，刘铜锣不可能不去救他。 这事你怎么想？报告师座，我建议出兵。出兵？既然新四军已经打了，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支援共产党的部队作战，需要战区司令长官的书面命令，否则作违命处理。我当然没有忘记，不过我们不需要去和新四军合作，只要我们堵住增援的日军， 如果上峰过问，我们就说这是一次巧合。我们的行动恰好和新四军撞一块儿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难道上峰还不允许我们有选择战机的权利吗？
全尸，要么就是新四军全军覆没，要么就是小岛他们向上级求援。一旦日军援军赶来，我们全歼小岛的计划就付之东流了。戴慧平，我比你要想得多，党国的大局你想过吗？你不要把一场仗看得这么严重，打完这一仗还有100仗、1000仗等着我们打。如果每次都这么感情用事，胜利怎么得来？师座，我的确没你想的那么深谋远虑，可是同胞之情、家国之义、战场之血逼得我没办法安之若素。我恳求师座允许我率二旅出兵，如果不能一举制敌，甘受军法处置。那我要是不同意呢？我绝不抗命，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中国的同胞流血牺牲，不加援手。我相信师座的大局之中应该不会容不下慧平的一点小小请求。我在外面等着，希望师座改变主意，立刻通知我。刘团长，小岛他亲自回电了，他说现在派部队过来救我。哼，看来小岛终于明白你的价值了。告诉他，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还见不到救兵，你就继续用铭文发电报，把他的底全部抖出来。知道了。红烧。哎，团长。什么事？等这个小子发完电报，你就去告诉杠子，让他截杀日本人的援军。是，明白。发完了。好。有一伙日军出现。日军在哪儿？朝天台山方向而来。能确定位置吗？就在河边的那条小路上。混蛋，这帮小鬼子又来了。你去通知二营，让他们帮咱们夹击。快，是。同志们，走，出发。我不是唐太宗，你也不是魏征，这件事情死谏是不管用的。我知道你很有个性。好了，到时候我会让你的二旅做我的前锋，不过在此之前你先好好休息。如果你实在愿意在这里站着，卫兵到，给我看好戴长官。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如果他实在坚持不住，就把军医叫来。谢师座。Thank you.
上弹！给我瞄准点，有点炮弹，还要打霍安城的。开炮！一定不能让鬼子安生了，咱们撤。好，打得好，杠子，好样的！刘探长，小日本可不是好对付的，要不然日本人怎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你小子少废话，继续发。報告、林正山は黙して呼びかけに応じません。呼び出しを続けろ。はっ。報告、正体が正体不明の襲撃に遭い、駐屯地撤退しました。役立たずどもめ、林正山は新四軍に寝返ったんだぞ。報告、また臨場電報です。何と言ってる。なぜ援軍は届かないのかと。クソ、バカモンが。林正山がまた電報を。何だ。自動車小分隊は壊滅と、送り主は。どうした。劉東路。皆さん、こいつは本当にやりすぎだ。こうなったらあの女を殺しましょう。いや、奴を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あいつの首を持って我々の戦死した勇士たちに捧げるんだ。あの女は一番の駒だ。肝心な時にしか使わない。はい。你的卡车小分队已经完蛋了，署名是刘铜锣。是啊，刘铜锣，刘团长发电报戏弄鬼子呢。我说这个刘铜锣就是个鬼才啊，他就是个鬼才。师长，铜锣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不，这就叫孙子兵法中的怒而挠之。把他捆起来，随堵上。轻一点。大佐，そいつをどう使うつもりですか？共産党に名分電報を打て。劉道らの婚約者と林小山を引き換えたいと。林小山と交換ですか？林小山に帝国のために最後の務めをさせてやりたいんだ。はい。团长，团长，这是刚刚收到的从日军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文。哑巴，把布拿下来。刘团长，我所知道的都已经全部告诉你了，你让我做的我也全都帮你做了，我已经帮你们把他引过来了，应该算有点功劳了吧？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功劳等着你呢，你就等着换人吧。换人？鬼子抓了我们几个同志，我们准备用你把他们给换回来。刘团长，你已经逼我走上绝路了。我之前不知道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现在想站在正义的一方，我求求你，让我留在新四军吧。我
我一定会重新做人，洗心革面的。少跟我来这一套。小鬼子要你，就说明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小鬼子要在东京给你买房，还要你搬过去住，还能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那你还跟我们这些人瞎混什么呀？小岛，他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你也知道小岛的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你在我们这儿有战俘政策保护着你，不能虐待。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卫生队的女同志落到他们手里会怎么样啊？他们会优待他们吗？他们会跟他们讲政策吗？什么东西，败类！难道你就没有做错过事吗？刘团长，我知道我做错了，你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把他拉到林子里去。刘团长，刘团长，给我个机会吧，刘团长。惠平兄，腿酸了吧？报告师座，心更酸。你以为这样站下去就能让我改变主意吗？我知道师座向来最有主张，不敢改变你的想法。我只是尽到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既然不能上阵杀敌，那总要为同胞请命。你在这站了这么长时间，无非是想让全师的官兵都知道，你戴长官是想打日本人的，而我这个师长是坐山观虎斗的，是吧？报告，惠平不敢。我还跟你说，我跟你共事的办法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是黄埔出身的正统军人，你这里再有想法也不会跳出圈子。报告师座。嗯，怎么可能啊，谁让他们从那儿绕的？戴虎平，是你让辎重部队绕到高桥的？是。后勤辎重是我的分管范围，并不涉及指挥作战，并不需要向您请示。你知不知道这么一绕，把辎重就绕到鬼子手里了？日军的战车中队有重要作战任务在身，我料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师座不放心我的护送兵力，我可以派他们前去接应。接应之后，你就可以向鬼子开火了，是吗？我们绝不主动寻衅滋事。我也命令辎重部队带上日军翻译，如果和他们遭遇的时候，请他们放我们一马。你放屁！战场上敌我双方还有聊天啊！我一个师的部队装备损失不起，知道吗，戴惠平？那么请问师座，如果日军主动向我们开火，我该如何阻止？哟，戴惠平，你可真够聪明的。报告师座，聪明二字惠平从不敢当，所有事情都在我军规章制度里面操作，但凡需要请示汇报无一遗漏。后勤辎重的确是您让我分管的范围，刚开始的时候我事事向您请示，可是您说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来问我，市里的参谋都可以为我作证。好了，再说就等于是骂我了。我只想请示师座，如果日军主动向我们开火，那我们该怎么办？给我打。是。既然开打，就杀得个片甲不留。是。提前让工兵营在鬼子的退路上布好地雷。师座英明。在此期间，如果辎重和装备出了问题，我同样要你的命。是。这下你满意了？惠平，替黄安县的父老乡亲，替四万万同胞感谢师座。好了，打完这仗之后，你要写封报告，好好向战区司令长官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是，没问题。去吧。哎，旅长。慢。戴长官自己能站起来。
大参谋，在。准备纸和笔。手を使うか、こちらの自由だ。戦場においては外の者の命令など聞かぬ。はい。鬼子既然提出了换人，至少说明方雷同志可能还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呢。是啊，这么说我姐他们现在很安全了，交换人质好啊。小日本鬼子根本就没有人性，他们现在突然提出要交换人质，市长，你说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不管他们在想些什么，有林小山作为交换的筹码，已经算是万幸的了。市长，林小山把他们那点机密都差不多吐露光了，干嘛还要交换人？所以这也是我想让大家不要轻信的原因。管他呢，鬼子既然愿意拿林小山换人，那说明林小山对他们还有用处。林小山现在对小鬼子有没有用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周密计划。报告市长，国民党市长韩松给您发来电报。国民党的韩市长想邀请我去他的师部研究一下双方共同抗日的计划。这个韩松现在咱们打胜仗了，他想跑过来掺一手，咱们被动挨打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市长不能去啊。市长您不能去，我们跟国民党的关系向来就紧张，这韩松为人又奸诈狡猾，我们现在和国民党毕竟是友军呢，共同商议协调一下作战方案，我看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不去的话，一定会授予他们我们不真诚抗日的口舌。可是师长，别说了，这不是什么鸿门宴啊。齐老大，给他回电，就说我们明天早上出发。是。师长，我让洪韶陪你去吧。可以。本日貴様らの任務は記録に一切残らん、陛下に滅死奉公する千載一遇の機会が訪れた。分かったか？了解。出発。欢迎欢迎啊，我是师部的参谋，奉韩市长的命令特地来欢迎李长官大驾光临啊。
哎呀，韩师长也太客气了吧。那好，请带路吧。哎，李长官，我们是做嘱咐我说，前面的路还很长，为了确保谈话的时间，请您坐车前去。有车坐？社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骑马去吧，这万一……入其俗，从其令，那就入乡随俗吧。那就请您给我签个字吧。签字？你们这坐车还签字啊？证明贵部八名军官已在我处集结，统一坐车前去。这都是上面的规定，繁文缛节而已，望李长官见谅。谢谢，李长官，请。让大家上车。好，同志们，有车坐了，上车，快！上车！李长官，再见。开车。都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没有我们的参与吧？没有，全都是日本人。车呢？车也是日本人的。交机要处，存机密件，除了师座之外，任何人不得翻越。是。师长，这还是国民党装备好啊，请我们都用吉普车来接。少见多怪。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吉普车呢。哎，师长，这是你第几次坐啊？第一次。那你还说我少见多怪？说兄弟啊，还有多长时间到啊？哎，这位兄弟，师长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兄弟，你哑巴了？问你话呢，停车！我想撒尿，停车！哎，快停车！叫你停车呢，听见没有？有白兵！我们被国民党包围了。不，听枪声，应该是日军。可是日军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如此兴师动众，肯定是冲着我来的。这样，你和肖老大赶快走，把这个消息告诉独立师。快！不行，我掩护你们。肖老大，你把我师长叫来，跟我走。这鬼子拼了！红绳，红绳，红绳，绳，红绳，红绳。小龙大，吴秋生，一害人，有杀身，一成人。师长，快趴下！林大杰。不可多言。大佐。おう、山本。状況はどうだ？思わぬ出来事がありましたが、すべて計画通りです。よし。